最后再摸他一下嘛，最后再看他三眼嘛。哎，小杨哥，珠光宝气的感觉吧，真的很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智，今天啊，带大家来到了瑞丽市最早最早的一条珠宝街啊，带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老珠宝街，玉石毛料。这里呢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，真正的就是说最早最开始做翡翠啊，可以说是从这条巷子起就开始做起的啊。来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大家所看到的这条巷子啊，其实以前都是铺面啊。后面就是说这边市场被淘汰，没有生意之后呢，搬到另外的珠宝街啊，后来又搬到这个德龙那边，包括现在又搬到新德龙，其实一直在。就是有一个变化的啊，那小智呢，其实真的也是从小就是一路啊看着过来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去这边啊，这一家呢我认识的，我们先直接进去看一看吧，好吧？我跟他是约好了的。小杨，哦，这个你来了，等了你好久了。来了来了，给他们看一下，一地的料子，你看。哎呀，欢迎欢迎。好，好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我简单的就是视频记录一下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因为这也只是我一个仓库嘛，自己人在这里住一下。嗯，兄弟们，看一下一地的料子，就正儿八经啊，像小杨他们家也是，就是几辈人啊，都是做翡翠的。那这些呢，其实说白了都是真金白银切的。翡翠这东西呢，其实，有一些料子啊，确实它的薄性是很大的，就可能你切十个、切一百个，可能只能出来一个好东西。但是也有那种稳稳的料子，但是稳的料子呢价格也有高，大家都知道。跟你说的那个料子呢，这个料子我给你准备了啊，这个料子是给你准备的。小伙伴们，终于啊又再一次的看到这个料子。那这个料子呢，墨西沙的。杨哥坐嘛坐嘛，小杨哥。好的。小杨总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要我小杨就可以了啊。哎呦，客气，弄定啊。对，就我两个也忍说唱了。但是我一直我都忍不到，我倒是听到口音老是响的啊，因为我外婆家也在弄定。像这条街啊，真的小智从小就在这边玩，在这边看啊，包括我家以前也在下面有一个铺子，但是很小，不过很多很多年前呢，就是已经记忆都有点模糊了，知道吧？不过咱们话不多说。咱们今天是吧，带大家看一下这块料子啊，墨西沙敞口，哇，真正好的料子啊，兄弟们，就是我拿一下摸一下就手会出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知道吧？这个原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啊，就真正的，看我拿了一下啊，看，你看没有，这些手汗就会出汗，就水汪汪的，它皮壳油性特别特别足，我们上灯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墨西沙的这种纯净度，包括它的这种杠位，蓝杠位完全都出来了。我们走灯，哇，这种就是看了都让人舒服啊。本来是不打算出手的，然后嘛，家里急用钱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把出手了算了。其实这个料子就说是之前我捡着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妈在，应该也是你们的妈在，她放出来。放出来当时的脚那是高的，脚10多万，所以说这个料子我今天才想过来看看瞧。好，志哥也是有诚意的，然后这料子呢当时人家给了过一百四，对，不到140啊，对，给了过140，但是我没舍得出啊，因为我觉得140还是好像对我来说利息啊啥的都不够嘛。对，所以说我还是不舍得出过。明白，其实像这种好的东西啊，我个人来说我是真的是不怕压的，知道吧？就是，但是说白了可能有时候没办法，知道吧？包括我自己的很多料子啊，可能压到后面哪怕我少赚一点我也得卖，为什么？我资金得周转，我得流动啊，是吧？并且就是说，其实小杨哥真的这个料子我跟他啊真的算是大缘分，有缘分啊。对，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那墨西沙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是吧？我们讲的种水之王。那4公斤的一块墨西沙料子，这个料子其实非常非常完整。来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整一个压灯啊，大家能够看到它肉质，是吧？这种纯净度了啊。那这个料子墨西沙其实怕棉，那这个料子呢，棉一定是非常非常干净、非常非常清透的，正儿八经的全熟。你看，不管是我们灯走到哪里、压到哪里，都是非常非常通透的。
啊，而且裂纹的一个情况、啊、非常乐观。这料子，其实当时那个马仔拿过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料子我想谈来着，但是奈何就是说可能价格的一个原因啊，因为其实说白了，我们买货买的多，有些马仔，有些中介真的，但凡是有高货，都会拿到公司来给我们看，但是很多东西呢，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能拿得下来，知道吧？小杨哥。我到暗一点的地方看一下，没问题吧？啊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走，兄弟们，好的。大灯泡，漂亮吧？其实我们真的很难遇到那种能够完全全身熟透化开的料子。那么这个料子呢，整一个料子完全熟，啊，这个其实挺难得的。很多料子可能，哎，这一包是吧，熟得很好，熟得很厉害，是吧？可能品质很高。它的背面就啥也不是，那这个料子就是吧，我们讲的凡事啊总有阴阳两面，那料子同样也一样啊，都是分阴阳两面的啊。那它这个正面自然光肉质发黑，压灯它整一个这种蓝杠非常漂亮，看到没？背面已经直接是对过来对穿过来，是吧？包括这样压灯，整个料子，哇，真的这个料子好东西啊，兄弟们。翔哥，这料子应该也放了很久了啊。啊，对，差不多11年还是10年呀。嗯，啊，因为现在嘛，老爸也给我管私了嘛，然后我自己也就拿出来卖了。嗯嗯嗯嗯。哇，真的，它的整一个皮壳的油性，兄弟们，那侧灯给一点，这肉质的空度，难得呀。就每当其实每当看到这种货啊，就真的是，就那种心情都很愉悦，知道吧？就很快乐，莫名的快乐，就是漂亮，就是舒服，知道吧？那整一个料子啊，没得说了。我这边拖的其实也很厉害了，看看这些已经露肉了的，包括它那个背面蓝杠尾，这种随便压一针下去，哇，立马那种神仙的感觉要来了。OK， 走，自己也挺喜欢它的。嗯，说白了，这种好东西嘛，谁不喜欢，是吧，翔哥？哇，东西的话确实漂亮啊，兄弟们。看我们在这个室外自然光线下，您看随便给点这个光是，哦，漂亮得很。翔哥，东西漂亮的，真的。但是，就是看您的这个价格了，你仅仅想卖多少这个料子？啊，这个料子咱，实话实说啊，我当时放出个。放出去个180嘛，180啊，对，然后嘛，人家给了个140，那是疫情前面的事，嗯，然后今年嘛，可能行情也会有点拉扯，然后交，哎，加上咱们这种交情啊，嗯，120给你，120啊，120给你，120一哪个有机会？还有锅，这料子你也看到了。我老爸，我爸了嘛，啊，嗯，走了40多年了，嗯，就种料子啊，就搞个狗5块，所以说100以内嘛不考虑，100以内，啊，就真不考虑，真不考虑，我120呀，放漏了嘛，包括疫情影响了这个市场有点冲击嘛，嗯，还是给你啊那个算着进去了嘛，嗯，疫情前面咱八斤的你要给我110吧，110，啊对。当时是也是，哎，当时想买一包肉，哎，烧了不卖，烧了不卖，啊，也是割不倒滴滴啊，割不倒滴滴。那刚刚小杨哥说，其实真正的你说像就当地的啊一些老翡翠人，可能真的一辈子这种料子真的是收不到几块的。一方面呢料子的原因，那另一方面确实可能经济的原因，当然也有，是吧？你是一波一那是，一点机会没有。哎呦，这个。你看看嘛，俺肉质发黑啊，各种现在肉质都发黑了。翔哥，啊，这料子真的我也看了大半天了。这个料子就是给你一个整数，100万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今天你也知道，我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我不说给你70、80去给你拉，去给你扯，相当于是就志哥我直接亮底牌给你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这边我也希望就是说。你也不要去拉扯那么多了，就真正的就当是吧，给志哥结个缘。你看你家父亲那么多料子，咱们俩认识那么久，只不过确实可能就是工作的原因啊，咱们联络的少一点，联系的少一点，是吧？但是今天这个料子真的
就是当时咱们就是给志哥结个缘，你看行不行？你也说了嘛，刚好要急用钱，就先把这个难关给他度过掉，好吧？志哥，就是怎么样，小杨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志哥，咱们也算发小了，然后就100万让给你。然后这两天把用现给我现金嘛，钱的话你不用担心，反正就两天之内一定给你完全付清，好吧？好，再次感谢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客气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嘛，我家里面啊，就是我爸放在外面店里面，还有四个料子。这四个料子嘛，你就别赚钱了，你帮我操作操作，能不能行？咱们是发小呢。这个没问题，强哥，真的。其实会不会说？道德绑架？没有吧？哦，没有。其实说白了，你说真的，像老一辈他们收了一些料子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就很喜欢。包括哪怕说我收不了都好，我都很想看一看，知道吧？什么时候能带我去看一看？那就先过两天吧。过两天啊，对。好，那你有空你跟我说嘛。这个月底可以，有空你跟我说嘛。哥，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哎、再次感谢。志哥呀，这料子你还真给过140啊！哎呦，之前是真给了140啊，对，不舍得卖的，是说实话，但是又急用钱。那其实真正的你说，不管是什么价格，能拿下来有任何一块料子，其实真的算是自己的一个缘分，知道吧？这个我真的很相信，这个东西不光是人与料子，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知道吧？来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料子。珠光宝气的感觉吧，真的很漂亮。兄弟们看到没有，这吸光的程度太漂亮了。行，那等一下就是钱的话，反正两天之内啊，等一下你先跟我回公司先拿一部分，好吧？这样嘛，到时候你一起给我，一起给啊，到时候你一起给我就可以了。那我准备好啊，咱们的发小了，哎呀，都是自己人。再次感谢，这个信任还是有的。OK， 信任还是有的，因为你的诚信还是在的嘛。走，中嘛，哎呀，我来，哎呀，最后再摸他一下嘛，最后再看那小眼嘛。哎，小杨哥，真的，最后再看那眼。不用这么不舍。走了，小杨哥，你别送了啊，拜拜。兄弟们。心心念念的这个料子啊，就刻在我脑海里的这个料子呢，小志今天啊有幸把它拿下来。那我看小杨哥啊一直在依依不舍啊，确实可能真的是像女儿出嫁一样，知道吧？而且啊，像这种料子真的跟那个小杨哥说的一样，哪怕是你是再老的翡翠人，真的这种料子你能见过摸过能够拥有过的啊，真的寥寥无几，就很少，知道吧？那小志啊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，也请大家恭喜小志啊。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了，回去啊给大家拍一个详细的这种照片以及视频给大家欣赏一下，好吧？那喜欢小志的别忘了给小志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。